其实也不多。你也没有见到我。OK， 来、okay, copy 你啊，他说我 copy 他就 copy 他啦，因为其实是我之前就是做过很多的一些包装访问或者是一些杂志的photo shoot， 但是摄影师常常都不让我笑，大家都觉得说我笑起来那个照片拍出来没有那么理想，那我就很懊恼，因为我觉得可能在杂志上出现的照片都不笑，那大家可能就会误会我是一个非常暗的人吧，非常 dark personality 的人，所以我就觉得说应该要下定决心就解决这个问题。那讨厌你不要白唱，我说了有，所以就是想到这样子，就想说把心一狠跑去当然是棒了，而且希望说接下来有机会可以多多笑。没有啦。有啊，他有介绍我去他的那个医生。嗯，但是最后我就是想到不要 copy 他，所以我换医生。Okay.